就是要陪你玩嘛。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！爸爸等了一天了，终于有礼物了。难怪了，快点去换装。打开了。打开啦！这样会拍到我，对，没关系。哇，好多爱心啊！你怎么这么好带路？下次我要换一个。你这边还有心呢？头发为什么他的心结够破开？你老是有透露的。刚才开的。父亲节礼物票。嗯。哦，做多久了？就是你刚才读，就是从妈妈吹头开始，就是我问你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啊，山姆是蓝色，就已经开始做了。嗯，那最后的样子比较做什么？好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记得订阅我们的小铃铛，可以顺便通知，还记得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父亲节快乐。嗯，好、啊。父亲节快乐啊！嗯，拜拜。嗯七个特别的调味料，然后调上吃完这个。